心情不好啊。没事，可以不要再问了吗？我是在关心你，你态度需要这么差吗？这样讲话不行啊！久久才回来一次，你一定要这样讲话吗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产房里明亮的灯光开启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承受着巨大疼痛的女人哀嚎着她的喜悦，身旁的一位男士带着不舍也带着期待，这是你的诞生，也是我的诞生。早上去学校，下午去安亲班，你期待着晚上的父子时光，晚归的爸爸却总是无法实现承诺，难得的周末期待着家庭旅游，却只是待在家里，又或是到才艺班上上课，再学点英文。羡慕着同学们三不五时出国旅游，抱怨着父母给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。你告诉自己，以后不要跟他们一样。长大了点，你不再期待父母的陪伴，反而开始觉得父母唠叨麻烦，什么都要问，什么都要管，慢慢的不会再找他们聊天。出了远门，住在学校，期待着更多的自由，回头一看，父母却还是一样唠叨麻烦，你又告诉自己以后不要跟他们一样。毕了业，出了社会，到外地工作的我更没有时间陪爸妈，逢年过节才会回家一趟。曾经试着算过，一年中陪着爸妈的时间加起来约莫只有一个礼拜。生了小孩，当了爸爸，想起儿时希望父母更多的陪伴，于是我把剩余的时间都给了孩子。难得的周末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，老板的逼迫也只能把他丢到才艺班自己上课。我才发现工作以外的时间根本不够实现那未完成的承诺。等孩子长大了点，我希望给他更多的自由，却害怕与他不再熟悉，想着未来他也会像自己一样离开家，有了新的生活。都几点了，现在才回来，会忍不住开了口，只就换来几句不耐烦的回应。捧在手里直到拿不动了，背在肩上直到背不动了，牵在手里直到一句我长大了，放在心里直到再也记不起了。爸爸左边一点，妈妈看镜头来拍一张哦。这些事好像就是一个既定公式，不等到你为人父母是不会明白的，而我也不是怕你提早领悟，只希望你能更加珍惜剩下相处的时间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爱你。最后有件事想拜托你，就是在他们下次对你唠叨的时候，帮我转达一声谢谢你。